以了。为什么还没有上课？九点才上课是不是？你什么班？你要去狂？他现在要去狂奔吗？不是，我要去狂奔。因为我们学校是就是比较原住民学校嘛，因为我希望说像我们偏乡的学校，我们可以用我们的传统特色，然后加入这个计划，激发出很多的就是关于食物的连结。先去采我们要的材料，好，我们要去采那个甲酸姜，还有芒草。甲酸姜是 Lavilu 和那个 Lavia。那好，那我们就先过去。这个就是我们要采的甲酸姜叶。哎，我们要采的是比较大的哈。等一下看夫妇怎么摘，也看我怎么摘哈。那这个会丑丑的没有关系，因为它没有喷药。这个都是那个蚱蜢吃的，哦，蚱蜢吃的你们也可以吃。自己摘的自己拿，还要照相，要这样子拿，你看这样。今天我们大家都有三片叶子哈，有三片叶子哦，看一下哦。五五，要教你们哈。啊，这个是正面，啊，这个是反面，啊，这个要这样走，这样放。尾巴跟尾巴，嘿，尾巴跟尾巴哦，欢迎你。要放在中间哈，放在这个中间。来，太好吃了。这个我以前我的爸爸哈，去打猎都带这个，所以这个叫猎人便当。然后给它这样卷，好，这样卷。这个时候像卷那个寿司一样了哈，哎，再卷再卷，好。转到那个叶子，长长的叶子。转到没有哈？对，要转。好。
我们回到家，我们要煮什么？服务都说他已经煮好摇摇饭给我们。有时候说哦，这个就是家的味道。然后也希望小朋友透过哎学校也可以吃到，就是服务组的家，就是有一个家的味道这样子。那你们之前有吃过吉拿夫吗？有。是什么味道可以跟我说吗？小米味道。小米啊，小米吃起来是什么味道？跟一般的我们学校营养午餐会吃饭，对不对？跟一般的饭有什么不一样？题目太难了吗？你们都有洗手了，对不对？对。会洗了。好。还有哪一个？海豆。哇，好吃。好吃吗？叶子，为什么叶子吃起来是什么味道？会苦苦的吗？不会。甜甜的。要慢慢吃。要慢慢吃。一九慢咽。你们自己吃了。你看，好吃的表情。好好吃哦！他们那么大了才第一次吃，你们那么小都吃几次？嗯，你们很幸福呢。如果回想的话，以前那个时候好像没有这样子的课程，让我们真正的去实做、去体验、去感受。那很棒的是，透过这个计划，我也希望我的孩子彩虹班，希望透过这个计划能够珍惜我们现在有的资源跟食物。原来是这样。